是不是晚上？哎，爸，什么代志啊？你敢有看到我的魂锤啊？我内底找了一几波拢找无呢。你当然找无啊，因为叫我藏起来啊。哦，你是我上来，爸爸呢？我哪可能对你这么残忍啦？哦，好啦，可能叫你哭嘞，我好你啦。哎呀，我就知影。你想大心咧？等等，这是我专工替你准备的，是不是足大心的？是啥？口香糖哦？对啊，而且我替你准备你上佳的口味哦。哎呦，这也唔过啊，结婚哦，别个也唔过啦。嗯，为了要你成功结婚哦。我有准备几落百种的方法，你就死心跟你的婚车讲拜拜。哎呦！阿爸，为了安慰你受伤的心灵哈，你乖乖坐在家，我替你去泡茶，然后我就陪你去散步，安尼好吧？你那是哦，一旦吼，大家啊，给我泡茶，还佫陪我散步。你婚水哦，淡掉，我嘛感觉足简单嘞。无问题，啊，不过你嘛爱答应我哦，以后袂用阁食薰哦。来，大哥哥。来。老爷，稍稍等嘞，你的茶马上就来。哎呦，你免啦，甲你讲生笑的啦，哎呀，你就直接家陪我抬杠就好啊啦。哎，哎呦，说完啦，说完啦，哎呦，伊甲你聊，啊，不要甲我应，说完。嗯。你对方，那是你啊？爸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我是素文呢，你袂理我哦。我爸，素文，阿公，来，我刚才听到你的名呢，啊，你是做好放心。无啦，啊，可能是哦，最近厝内底啊代志真多，所以困了无啥话好。哎，无代志啦哈，啊，我早顿给你穿好势啊，你看看就躺好食。哦，我准备者，我是去食早顿。嗯。我带手机的忙啊。感觉真正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！啊，之前做迄个 DNA 比对，毋是证明你妈妈就是真正的素媛吗？其实哦，我认为啊，根本就是万条万的当的卡手，你妈妈是假。是讲，伊是安怎用雪枪将素媛杀入去山坎基地？我认为啊，伊根本就知影真正素媛伫个倒位，所以啊，我就跳过伊，甲雪枪啊见面，安排伊去万条湾身躯边啊调查真相。原来阿公早就已经咧怀疑，阮妈也是假。唉，歹势啦，啊，我就惊诶，你伫个中诶哦，会招无心，所以，唉，我就无提早甲你讲。其实我今早晚嘛是爱面对现实的，也毋过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做呢。毕竟我当爱搬家，连做归种诶尽头日子。我感受得到，阮妈是真心真意伫咧疼待我的。就因为安尼，
正义伫咧怀疑妈的时阵，我会想起妈妈对伊的好，嘛唔知要哪较好。阿公，我来开门。嗯所以你嘛对素媛去怀疑啊？是有啦，我的大堂诶，舅母姐，我妈刚有跟你联络。啊，伊毋是出国去找因爸爸，啊，伊收传迄机票，还佫简讯互我啦。嘿，我嘛有收到啊，只是拢经过遮久啊，我妈应该早就到啊。啊！不过伊都唔肯跟我讲电话，也是视讯，一直讲伊无方便，坚持要用讯息跟我联络，这都唔是我妈的惯习啊。子彤，我昨冇收到你妈传来简讯呢，伊跟我讲伊要出国啊，刚讲伊不出去啊。我嘛是安尼想的，所以我唔才想讲赶紧来问地当的。可是我妈拢无跟地当的联络，是不是就表示伊真正出代志啊？我林芳真正是我妈。你即摆在讲啥？你想哪？你安尼想？我甲阮爸妈讲，林芳阿姨找到亲戚的代志，也毋过我根本无伫因的面头前提起表兄两个字。结果阮妈煞甲你讲，伊讲希望林芳阿姨的表兄。会当两早替林凤阿姨找到正确的地址，所以你的意思，林凤找到伊的亲戚，根本就是万条万甲素媛安排的。伊安尼做的目的，就是无爱予咱怀疑，林凤就是真正素媛的真相。我就讲嘛，我的感觉真准的。除非啊，林凤就是素媛，啊，无根本就无爱着解释迄个分出的代志嘛。那真正是安尼，那安尼我妈是不是已经被万朝元掠去啊？万朝元遐尔啊歹，我妈根本就不是伊的对手啊！万一真正对我妈出手，那安尼我妈是要安怎啊？子彤，你先卖烦恼，我会叫雪清啊，甲有点。去调查清楚，我绝对袂给你机会啊！避开避开，还阁真哦，你莫莫想遐多，这代志交予阿公。若是讲啊，林凤啊，是我真正的查某囝，我绝对啊会给伊平安无事的回来，甲咱团圆，吼。唔对呢，迄照你讲。你即马应该上届希望的，都是我去美国找我的爸爸。你哪会颠倒把我关伫个遮？敢讲这所有一切，拢是一个骗局？我伫个美国根本就无爸爸。你总算想通啊！所以我的亲人嘛是假的。根本都无啥物金币对神功，啊啥物亲人来找着我的这件代志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你是安怎要制造一个啥物假的亲人给我？公公，我真正是地当的查某囝。是地色丸，你要想要代替我？这个世间，敢若有一个地色丸，就是我。无怪，无怪当初雪清在做亲子鉴定的时阵，就讲你不是地当的查某囝。你一直在冒充，你假讲我常常跟地当来往，早晚。会拆破恁的阴谋。迄顶届我找着分嘴的时阵，你就惊破胆。后来唔知影，
你甲万条万是用什么傲步骗过大家？阿哥，你那是无甲我除掉，你袂安心对无？你甲他讲多久？我无要爱你的命，只要你安分乖乖伫遮，等我代志处理煞，我自然放你离开。无可能放我离开遮，你甲我乖伫遮，无是要伫我的性命，就是要让你家己留一个后路，对无？等到有一天，地道若是甲你献牌，你的手头都有我这个人情，让你保命。等到你摕到地道的财产，甚至是伊的性命了后，我无利用的价值，迄个时阵就活活死啊，对无？阿叔，你是用用开光点眼啊？那伊突然间，你头脑变甲这尔清醒啊？是要掠我来威胁地党？无可能的！这地少完，我会把你的面皮挑落来，我要挑破你的死骨啊！看你到底是什么款的人！你是小查某，你若果唔安分，我就叫人把你脚手拢剁断，告你袂讲话。唔相信，你再甲我试看卖。你这个查某的心肝，哪会这么凶啊？你真正是一个没计较的小三啊！你讲啥？我若是地错完，你就是假的啊！你困阮翁，你不就是小三？站你的头啦！你好意思讲？你家己算看卖，连曹元算在内，你对过几个查甫人啊？杜光亮、林国庆，哈，你有口有够大呢！什么款查甫人拢要挃的？我若是无失去记忆，无得讲我即摆有一个好好的家庭，袂发生这么多代志。我对遐尼侪查甫人，我嘛是逼不得已。你俩对，这是我怀疑干完的心。那你这就是你的命，你就爱认命。你已经做宋林后做三十几年啊，你就继续做。我嘛做地少完做三十几年啊，咱拢伫个家己的人生好好啊过，安尼就无代志啊，无需要硬要活过来。即摆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你甲万条万两遮贵，若要抢地党的财产，阁要陷害雪清。我哪有可能顺你的意？那你就继续在这不甘愿。我考劝你，你上好是有糖吃，就尽量吃；有糖啊困，你就好好啊困，好好把最后这段时间，那无你是自己加痛苦。莫想要走，哥、啊！我若是无法度话，我就把你揍回死。赶紧来救我！赶紧救我！啊！放手！去！啊干嘛鬼？干嘛鬼？既然你这么不安分，那安尼就给你摇三天，看你够气力乱无？三天卖有食物件。是。哎！我摕着伊的检体啊，咱即马随伊去检验所。只要会当证实我甲伊很关系，那你就知影伊到底是真的地少还是假的。安怎都还好，咱即摆先去检验所。嗯。检验所，因来这是要？所以拄才请我来找我，讲遐尼多，搁博感情，完全都是想要设计我，要摕着我的简体，枉费我一向遐尼疼惜伊。既然你先对我出手，那呢，就莫怪我对你动手。